这个是这种重型滚滚珠，这是重型滚轮，直接吊上就直接往前滚。对，这个没有，那个价值的话，你可以自己根据你那个，到时候你根据到你们现场自己就根据高度自己看一个简易的架子，吊放上去直接往前推就行。Yeah.